这几天大家都是这个学习训练的事情，还做一个很好的面对。在这一段时期，我们从资讯里面看到，全世界灾难的非常多，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个讯息，说在去年年代中发现了将近30新的病毒，过去而最近5年，他们又发现疫情病毒，新的病毒不断。现在用有医药没有医药的病毒，所以提出警告，要我们小心预防瘟疫。这个问题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问题，我们学佛的一定要相信佛陀的教导，并不是哪里来的。为什么最近会发生？我告诉你，万法一切于心脏，病毒众生心灵如贪嗔痴慢误解，这六种根本根本烦恼到极其严重的时候，把这个好的细胞是佛教教导我们的方法，除掉病毒，最重要的意念真的勤修戒定慧，心若安住，把这些带着病毒的细胞，通通都能够控制。这下的话。天地清净平台是不会有传染病，天地慈悲能够解，慈悲心能发起，清净平等心不会。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认真去修，修行，你知道吗？修行修神，就是修心，修平等心，
菩提心上所讲的真诚、心静、平等、正觉、喜，我们再讲五个。真诚是体，是菩提心的体，其他四个都是功。真诚心要是放出来了，那这个疾病去，那些病都是虚妄，它都不是真的。真诚心很能发现，《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你真诚心发起来的那个时候。你就超凡有神。我们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冷魂心，不是菩提心。我们佛法告诉我，连阿罗汉全叫菩萨，菩提心没有发起，菩提心一发起来，华严是圆教，圆教初度，别教是初度，菩提心真正发起。那你念佛求生净土，生十报功，不是凡尘功，也不是方便功，十报到极乐世界的话，那么菩提心从什么？我们从作用里面才能够把菩提心真正发挥。作用从哪里呢？从清净心。菩提心的自受用，用什么心对待自己？用什么心对待大家？自受用的拉手，自受用对待自己就是清净心。对待别人如此，那我们是凡夫，我们可以学佛菩萨，啊，时时刻刻，一切时一切处，要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啊，我们心，啊，这个在讲经的时候是多次的讲起。菩提心就是中国圣人告诉我们，本性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那个善也不善，这个你要懂得，啊，所以它不是相对的，它是绝对的。那么佛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佛性是什么？佛性是智，佛性是智慧。啊，换一句话是，人性本觉。啊，起心论里面告诉我们，本觉本有，不觉本无。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是本觉本善，啊，现在我们呢迷失了本性，啊，变成不觉，变成不善，啊，不善里面就有染净，啊，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是净，六凡是染，啊，这就出来说出来相对的，啊，在自信里头没有相对的，啊，染里面呢又有对立，有善有恶，
所以善恶呢是在染业里头，染里头有善恶。那么善，善跟恶从哪里区别？从起心动念。我们就凡夫来说，念念呢为别人着想，这是善；念念为自己着想呢，是恶。这是佛说。佛为什么这么说法？这很有道理。佛教导我们破迷开悟，明心见性，是叫我们去做佛。佛希望我们通通回头是岸，回归到自己的本位，你本来是佛。这是正确的。迷了之后，这叫凡夫。现在我们堕落在六道，六道凡夫。要怎么能够回去？这是个大问题。佛陀49年教我们，也就教这桩事情。如何返望归真，回头是岸。迷失自信之后，这个自信就换了一个名词，叫阿赖耶。阿赖耶是自信在迷位上的证，觉了就叫真如本性，迷了就叫阿赖耶。怎么迷的呢？大乘经教里面佛都是这个说法，一念不觉。这一句话说实实在在的，懂得的人不懂。什么叫一念不觉？真正懂得一念不觉呢，你就差不多快要回头了。你跟那个正等正觉了，就很接近。所以一念不觉不懂，不知道。还有多少人问？那几十亿年不朽，什么原因一年不朽的？那这不是我们问的，世尊在世的时候，你看《楞严经》上，富罗那尊者就提出这些问题。富罗那证到四果罗汉，听佛说这桩事情呢，还提出这些问题。可见的这个问题很难懂啊。这一念不觉之后，它的速度很快。一念不觉是无明业相。立刻呢，从业相里面就变现出来转向。从转向立刻就变成境界相。刹那之间它就完成了。这个世界就现起来，世界是一时顿现。一念不觉也是一念顿现，因为它时间太短了。无明业相呢，就是阿赖耶。转向就是莫那识。这个境界相呢，
就是物质的世界啊，从精神就变成产生物质啊，所以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从心想生的，一点都没错啊。那么摩那佛说了，摩那是四大烦恼常相随啊。头一个我见，第一我啊，佛经里面常讲的我，我所啊，我所有的这个根深蒂固啊，从一念不觉就发生了啊，辗转到生生世世啊，哈，这是坚固之处。那起心动念呢，都是为自私自利，这就是增长我执，增长我见，这就错了啊！这是佛给我们讲真正的原因，错在此啊！什么时候你能把我所放下，你就证阿罗汉果了啊！你看阿罗汉是见思烦恼啊，这个见烦恼就是错误的见解啊，身见，凡夫都把这个身当作自己啊，这身见啊，边界，边界就是我们的相对的对立的啊，我跟人的对立啊，这个都是居身烦恼啊。见取见跟戒取见属于沉见，我们中国人的沉见很深，从习气上来的啊，习气很深啊。这两种沉见，一种是因上的，一种是果上的啊。戒取见是因上，见取见是果上。除这个之外，还有许多错误之见，统统叫邪见。那么能把这个放下啊，这个见惑放下，正虚脱顽固，小乘虚脱顽固啊。大乘原教里面呢，像华严讲粗信位的菩萨啊，决定不能低估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已经证到三不退里头第一个位不退，他是圣人，他不是凡夫啊，他在向上提升，决定有成就啊。只要再能把私惑错误的思想断掉，错误思想是贪嗔痴慢疑，这五种啊，这五种叫思惑，就是你想错了啊。自信里头没有见惑，也没有思惑啊。本善里头没有这个东西，本觉里头也没有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彻底虚妄啊。只要有这个东西，我们就称它做轮回心啊。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心里面有自私自利，这个自私自利是非人我全部都是结果就出不了轮回了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啊。那么念佛人叫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是你往生的时候，你有能力把见思烦恼控制住啊，它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一句佛号啊，这个就能往生啊，并没有断，见思烦恼没有断，控制住这一句佛号真起作用
怎么知道它起作用呢？一定要在平时起作用，而不是在临终，真正起作用是在临终，但是你要靠想临终起作用太难了，平常起作用，那你就有把握，平常不起作用是临终靠不住，那是个问号在里面。平常起作用啊，临终就绝对有把握。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练习着，练习着忘我，无我无我所，要练着。一个人真的到无我无我所呢，就很容易开悟。你为什么不会开悟？原因就是你有我有我所，你永远开不了。听经不能开悟，念佛参禅都不能开悟。能有悟处的一定是这个妄想妄念的淡薄。它淡薄到一定的程度它有悟处。所以决定不能够执着这个东西是我的，那个东西是我的，常常讲身体都不是。那真正的我是什么呢？真正的我是法性。法性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质。整个宇宙，万事万物都是它变现出来的，那才叫真我。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宇宙万法从哪里？是自信变现。那个能现的是真，这个一定要懂，要常常想到这个。如果想到自己身错，身是万物里的东西，就好像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整个人身是我，不能执着这里的一个细胞是我，错，那就误会。我们这个一个身体，就像整个宇宙的一个细胞一样，全体是我。不是这一个局部是我们通过错认说，这个是我，别的都不是我，错，这就是错，这迷得很深，谁都不看。那么佛教导我们学习有方便，先破我所，这就很方便，我所有的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这是我的，那是我的，没有一样是你的。一口气不来，哪一样东西是你的？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就很麻烦。这个东西天天在培养我执，我执怎么能断得了？所以这个道理啊，不可以不懂。那么佛告诉我们的修学，学有没有用处？说实在话，不能说有用处，也不能说没用处。怎么说呢？觉悟了有用处，不觉悟。佛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一本有的智慧不是从外头修来的，外面修不到，智慧、能力、福报都不是在外头修来的，都是你自己本有。只要明心见性，全都见到，全都出来了。怎么样才能够明心见性？佛说的很好啊，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
但一妄想执着而不能证道，这个话说清楚。你能把妄想执着放下，你就见性，你就明白。所以佛法不在别人，不在你学了多少，而是在你放下。你这一生只听了一句经，你真能放下了，你就成佛。这一句经起作用就是一切经，没有一样不从它。请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我们应当要学习。他老人家一生放得干干净净，只有我们现在的话说，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三衣一钵，一生是这样，树下一宿，日中一时，看过这个生活，他生活的自在，生活的快乐，真正是做到中国人所说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求，自信里面的智慧真相全现出来。你看他给我们表演的，19岁，放下了王位的继承权，不要了，放下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去做个苦行僧，到处参学，寻思访道，从19岁到30岁，整整12年，那我们能想象得到，他是王子的身份，这个身份不一样。走到任何地方受到人尊敬，又聪明绝顶，所以我们就能体会到当时印度宗教里面的这些学者大师，学术界里面这些高人，他通通亲近学的可不少那么说学的，用我们佛法来讲叫世间法不是究竟法没有地方再学了，这个回到恒河边上，在大树底下入定，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这一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成佛成佛不是学12年成佛，是放下成佛，这个千万不要误会所以你学的东西可以学可以不学学了要放下才是智慧你所学的那个叫后的事。如果不放下呢？不放下这世间东西，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事出是法这个界限呢，就是放下跟放不下能放下，没有一法不是佛法；不能放下，没有一法是佛法。我们学《大方广佛华严经》，要不能放下，《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世间法你不会开智慧，你也不会了解如来所说真身放下，你全了解。
全明白。关键在此地。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证明。这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恢复你自性里头的智慧本能，与学习不相干。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有学过，没有向释迦牟尼佛表演的到处去参学，从释迦牟尼佛表演是个知识分子，我们现在所追求的都这样，他表演好不看。表演到最后告诉我这个不行，没用。放下就可以。而六祖慧能大师呢，他给我们表演的是另一种方式，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从来没有参修过。只是听五祖一次，没有听多次，就是一次。讲《金刚经》大意，并没讲完。讲到印如所住二生七心，他就开悟了，他就放下了。我这样讲，诸位容易的体会也。听到印如所住二生七心，他就彻底放下了。他一放下，那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境界完全相同。所以他很感叹的说了五句。这五句就是他的心得报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何其自信，没有想到自信，自信本自清净啊，本不生灭，本不生灭就是大般涅槃，你就继续证得了。本自具足，这个具足就是佛讲的如来智慧德相，本自具足。德相就是我们今天人所讲的佛宝。第四句是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自性本定。楞严经上讲的守楞严大定。你从来没动过吗？最后一句能生万法。整个宇宙是自性本。五祖一听的是行，真见性，一波就传给他。所以你说他一生，他接受别人教导的时候就这么一次。我们估计他的时间不超过两百年。这说明是放，原来放下就是啊。他这一放下了全通了。逃难期间当中这个要晓得。你看唐朝那个时候，所以说同行相忌，嫉妒啊。五祖弟子那么多，这是刚刚来这个陌生人，怎么会把衣钵传给他？谁都不服气这也找他麻烦了，把衣钵抢回来，不但抢回来还要他命呢。五祖知道，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一定要去避难。以后到猎人队里边是避了十五年。十五年之后大家把这个事情遗忘淡化了，他就说了。同行相忌。你没有成就大家笑笑的。你有成就是别人受不了。嫉妒障碍非常严重所以这是一定要晓得。我们今天遭一些困难，
小事一桩啊！你看看佛当里啊，六祖当里，他们所受的苦难比我们多多了啊！所以这个要知道，一定要能够忍辱，一定要冷静啊，把这些一些现象看清楚，你才知道。啊，要学着如如不动啊！啊，他逃难期间遇到无尽藏比丘尼。啊，各位要晓得，那个时候能大是24岁。啊，听无尽藏比丘尼读《涅槃经》。啊，涅槃经分量很大。他念得很熟。问他意思讲不透彻。啊，慧能大师给他讲解。他觉得很诧异。你不认识字你怎么会讲解啊，能大师告诉他。佛法甚深之意与文字。啊，语言说就没有关系，文字跟语言说是一桩事情。啊，与什么有关呢？与放下放不下有关。这个诸位要知道啊。啊，都在关键就在此地。所以我很感激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我向他请教，啊，他就告诉我看破法。啊，那个时候方东美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啊，本来我们对佛法是排斥，认为这个东西是迷信。啊，他告诉我他这个不迷信。啊，这是最高的哲学。我跟他学哲学。啊，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啊哲学的最高峰。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得到，要真得到才行啊！啊，他能把佛法讲清楚、讲明白了，我们了解了，啊，那么我第一隔的时间不久。大概2-3个月，我就认识张家大师，啊，差不多4个月的，认识张家大师，我就向张家大师请教，我说我现在知道佛法好处，啊，佛法高深，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的入进去？啊，他就叫我看佛。张家大师教学的方法很特殊。啊，我的问题提出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这样看了那个半个小时，他在说话。啊，不是像一般人这样，你问一个问题，他马上给你解答，不是，他看着。到以后我们就晓得，凡是心浮气躁啊，学不到的。啊，他看了你半个小时，让你整个情绪统统定下来，才跟你讲。啊，心浮气躁的，一句话都不跟你说。啊，这半小时当中看了。你真的定下了，啊，真的很诚恳，真的希望知道，啊，才叫，啊，叫我6个字，看得破，放得下。
毕竟我们的功夫跟他不能比。他说完了，我第二个问题去了。请问老师从哪里下手？他也不是很快到。这时间短一点，大概五分钟。五分钟之后说了两个字，不是。头一天见面大概一个半小时，没有说几句话。离开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我那一年26岁，他老人家大概是65岁，好像是。他大我39岁。告诉我，我今天教你六个字，你好好去做六年。看破放下了，做六年了。我们也就真的听话，真的去接受。以前确实很吝啬，自己喜欢的东西不会给人的，老师叫布施，好，就是，开头是忍痛的事，慢慢呢就变成习惯了，真的到第六年的话就有感应，有一些事情可以预知，所以心地清净，你就会注意。这个能力都是正常，都不是什么奇怪。我说每个人都有，只要你清净心现前，你就清楚。所以从这么多年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完全肯定，修行没有别的，就是放下。在华严经里面，佛一再教导。因为首先要把它搞清楚，搞清楚搞明白呢，这就是看破。佛常常讲，我们做了这三章这个透明的教旨，一张是黄色代表妄想，是妄想，一张蓝色的呢代表分别，红色代表执着，如果三个都有了，这是凡夫。三个都有凡夫。我们现在挡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对外面境界看不见，就会看错。凡夫的知见，六道凡夫的知见就是这样。你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所以你看错了。你想错了，你说错了，你做错了，轮回心造轮回业，可是你知道事实真相吗？这个东西，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眼睛比喻作自信，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它有没有障碍？没有啊，没有障碍，没障碍到啊，真心变出来的呢？能生万法，外面的境界是万法，万法是法相，自性是法性，既没有障碍法性，也没有障碍法相。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真有这么样的样，那就好办了。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它是错误的，它是虚幻的。我们现在讲抽象概念是这么个东西，决定不是事实，所以佛教你放下了，佛在菩提树下统统放下了，表演给我们放下成佛了，六祖慧能大师呢，那听了两个小时经啊，他也放下了，就成佛了，一个是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慧能是应以祖师身得度，他就现祖师身，境界完全相同那么佛告诉我们，你没有能力一次放下，
一起放下这顿超啊，那是上上根人。那我们没有能力的人呢，佛教们先把执着放下啊，于一些事不执着，这执着红的放下，那这样子看起来，哎，很清楚了，像我们戴太阳眼镜一样啊，这很清楚了。还不是最清楚啊，能看得清楚了。这什么呢？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像这样啊，比凡夫清楚到了啊。凡夫真的是无觉啊，阿罗汉叫正觉啊。凡夫是不觉，就是邪觉，他不正啊，他完全想错了，看错了啊。阿罗汉才是正。他没有阿罗汉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那再把分别放下，那这就更清楚。这是菩萨。啊，菩萨叫正等正觉。啊，因为这是一重烦这个烦恼，这是无明烦恼啊，一种正等。就很清楚，再把这个放下呢，这是妄想，妄想放下了，本来是佛嘛，就这么回事情嘛。啊，这个看破很重要。你为什么不肯放下？你不了解事实真相，那就是你没有看破啊。所以，真正看破之后啊，就像祖师所讲的。三藏十二部让给皮肉啊，真正修行人要不要？不要啊。所以祖师大德教我们，你一生你就是学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相辅相成，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秘诀就传给你了，没有别的啊。看破一定要放下啊，你不放下呢，不放下就变成烦恼障，或者变成所知障，这就变成障碍。那放下就是智慧啊，放下就是自信本具的等啊，秘诀就是此地嘛。啊，所有一切经论这些东西，这个东西佛留下来的是帮助初学啊，他不知道这个秘诀，他对这个不能相信啊，他要去读很多书，那就随他去啊，到最后他要开悟，还是这个办法，哎，他不用这个办法。啊，那么了解这个要真干，啊，真干还要用长时间，啊，去培养自己的这个智慧的，啊，所以是这个在佛法里啊叫历四练心，啊，善财童子五十三财，啊，要在。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就磨练啊，磨练怎么样，就是能大师前面所讲的几条修清净去啊，不通过人事环境的磨练，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清净？确确实实不受外面境界干扰，这个才清净啊！啊，所以在顺境里善缘啊，这好境界。你在这个里面看看，你还有没有贪念？如果还有贪念的念头，你心不清净了啊！你是凡夫，你连阿罗汉都不如啊！啊，在逆境里面，恶缘里面，
有没有忏悔？啊，不如的境界里面还生一念忏悔，不行，这是，啊，这还是轮回境。啊，所以我们的清净平等觉必须要通过，啊，要通过实验，啊，长时间去磨练，真的磨练的干干净净，智慧就现前。啊，的能力，啊，这个能力在佛法里面讲啊，是六通啊，三明六通现前，福报现前，啊，现前之后不是自己想，自己还有想，不就是贪心起来，还是没放下啊？给谁想呢？给苦难众生想。啊，那就对了。啊，进入到这个境界，这就是真的大涅槃境界。啊，大涅槃无我了。那么身还在这个世界。啊，实际上身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长短的时候随意。业力没有了，转业力为愿力，不受业力的支配了。那么在世间住世长短呢，是众生的缘啊，是众生的感，也就是你跟众生有缘，这些众生愿意听你教诲，那你就多住几年帮他忙啊。如果没有缘，大家对你不相信，哎，你一教他的时候他还不理你，那就走了。啊，身体在这个地方叫入有余一涅槃，啊，这身体是有余的嘛？啊，有余一涅槃，啊，不要这个身体呢，叫无余一涅槃。涅槃境界是一不是二，啊，有余无余，说法就在此。所以这个必须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你才晓得怎么修法。那么我们看看现在的社会啊，你们有人去年参加过法国的巴黎的活动啊，你们看到的联合国的法宝法师啊，法宝法师在联合国没地位啊，是对联合国跟宗教的一个联络人啊，很辛苦啊。我在巴黎，他来看我三次。啊，穿的是便服。啊，他说他是和尚，斯里兰卡和尚。啊，我说你怎么穿这个衣服呢？啊，在联合国上班不方便。啊，我们就了解。啊，去年活动办得很成功，他升级了。然后过给他办公室了，所以他也很开心。啊，上一次比尔到巴黎回来的时候带个性格，说他很忧郁。啊，联合国全世界调查，啊，其他的宗教信徒啊，年年都上升，啊，信徒增加，佛教徒的时候人数是年年减少。啊，所以他告诉我，如果佛教再这样下去，30年之后，这个世界上佛教就没有了。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前几年的时候我在日本开会，啊，每次到日本都会跟水谷先生见面。他是日本的佛教的领导人，啊，我跟他提到过这个事情，我说佛教一定要办教育，啊，
如果不办教育，佛教里头没有人才，我跟他讲，20年之后，日本就没有佛教了，取而代之的是基督教、天主教。他也知道，到底用什么方法培养人才，他想不出来。人才要怎么培养，怎么教？是去年我们巴黎活动完了之后，我到英国去访问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回来之后我深深感叹，中国儒释道三家都没有一流的人才。所以回来之后我就想把汤池交给政府，我们来做培养人才的工作。培养多少人？10个人。儒释道。办一个小型的书院，希望真正有志于续佛慧命，有志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人讲是集绝学，条件没有别的，真正能放得下名利的，放下自私自利，学释迦牟尼佛。就能成功。把四个根扎好。这四个根非常重要。弟子规。伦理的根。伦理道德的根。感应篇。因果道德的根。十善业道，佛法的根，你有这三个根，然后学一部经，第一部经大小都没关系。你看慧能大师两句经文就开悟了，何必要多问？所以大小没关系。你看近代姜维农居士一生就是一部金刚40年，你看他写出的金刚经讲义，那就是他的研究报告啊！确确实实是金刚经的权威了，40年的功夫。周芷安居士研究心经，心经260个字，他也用了40年，写出《心经群注》世界佛学权威，何必要多？一经通啊，一切经通啊！这慧能大师展现给我们看的，他就是放下，放下全通。佛教所有经典你念给他听，他就会跟你讲。你们在坛经上看到法达禅师学法华经，我估计他至少10年，他说诵法华三千遍，法华经很长啊，念一遍一天的。3000遍的时候10年了。念得很熟啊。也很傲慢啊。见到六祖拜的时候头不着地。六祖看到起来的时候就问他，你拜的时候头没着地，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
问他，你为什么值得骄傲？他就讲，他念法华经三千部。啊，得问他这个法华经的宗旨答不出来。啊，转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过。你念给我听。啊，他背得很熟了。啊，念到第二品方便品，行，不要念，我全知道了。讲给他听，他开悟。这不是很明显的例子吗？啊，所以这个事情与学无学没关系。啊，重要的就是放下。啊，那我们的病呢，就是放不下。啊，我们在说的。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去计较。工作待人接物更不要计较。啊，随缘就是在。啊，一切不要想到自己，想到苦难众生。啊，在道场呢，想到庄严道场。啊，一切做得如理如法，这就是庄严。啊，所以庄严道场的时候，你的心是清净的，啊，你的情绪是喜悦的，法喜充满的，啊，从这个地方能勘验自己，我如不如法，啊，能不能成就，不在别人，在自己。啊，那么再说就在自己能不能放下，能不能看。啊，自己果然真正能看破放下，佛菩萨那个助缘就成就了。啊，我们想找几个真正志同道合，啊，闭十年关，啊，好好的学十年，一个人学一部经。啊，就从一部经上通一切经，啊，儒也好，道也好，佛也好，啊，一个人学一部，啊，那我们的方法是每个人自己学的时候天天做报告，啊，每一天一个人做半个小时或者是四五十分钟的报告，天天做报告，啊，那么一部书就像《金刚经》，啊，顶多三个月就完了，学完了，学第二遍，啊，那一年学四遍，十年学四十遍呢，你心定，心定到一定的程度就开始。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就开悟了。不能像能大师那彻悟啊，你也有到大悟啊，从小悟到大悟，那就不一样啊。至于你悟到什么程度，没别的，你放下多少，你就放下越多，你悟的就越高啊，你悟的就越大。你放下一点点，一小；多放一点就大了。啊，统统放下就彻，啊，跟佛没有两样。今天很难得啊，我们在这聚会，啊，我把我自己修学的一点心得贡献给大家。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讲《华严经》。好，谢谢大家。谢谢师父。